现在啊在吉布县哦，吉布县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做郡上，郡上呢很有名的是全日本所有的食物模型最大的产品，这个是不是很像真的炸虾呢？是不是真的想让人家咬一口？其实这些食物模型啊做法很简单，我来做给你看。嗨，这样我们来吃啦。嗨嗨，我这次体验呢是可以选三种口味来做。那我这次来做的是甜不辣，我之前曾经做过的是那个咖啡子，我之前做过高丽菜，现在要做的是炸虾。来，嗨，嗨，你记得从这个高度，然后呢做出炸虾的面皮哦。いいですか？いいですか？このぐらいいいですか？はい。じゃあ、然后现在呢把它放上去。はい。这个呢其实都是辣。はい。じゃあ、我的炸天妇罗完成了。哦，看到了吗？这个辣呢，把它包裹这个食物模型以后呢，放最后一下就放入冰水，让它凝固。像这个炸虾炸天妇罗呢，就这样就瞬间完成了。我再玩一个这个炸虾，炸 A B C 的。嗨，你开心吗？你想要玩炸虾了？其实很有趣的是，这种食物模型呢，微妙一笑，这边都还有工厂可以参观了、哦，而且那边呢也有一些不同的体验，比如说你要做各种的模型啊什么的。但是呢，这种炸天妇罗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玩一玩，因为它是一辈子不会坏掉的东西。嗨，那我现在要做那个面衣哦，嗨，嗨，お決めですね。好，然后呢，把它反向坐上来。好，然后再淋上一些辣。嗨，来加上一点水。嗨，然后呢，把它翻个身过来。把这个辣稍微整形一下，将炸虾完成了，可以吃。不可以，小朋友不可以吃了，注意哦。带回去的时候，有些小孩就很好奇哦。像我儿子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吃，我要鲔鱼啊，什么生鱼片，什么这些生鱼片的模型做的真的超级像。”我说：“万一你不小心肚子饿的时候，把它拿起来吃掉了，非常有趣哦。”像这样子做各种的食物模型体验呢，来郡上八番呢，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。而且这里啊，不只是食物模型很厉害，他们这里啊是全日本最爱跳舞的城市哦。待会儿我要带大家去看的是郡上八番的跳舞的文化。但是现在我先把这个东西炸了以后，然后赶快去帮我儿子买我儿子喜欢的那些鲔鱼寿司的模型啊，真的是逼真到让你会吓一跳。我们再做一个，嗨，哦。然后记得放下去的时候要用那个正面，这样，哎，反面。来，来，我下面吃个耶。那这个是吧？这个温水呢，大概是二三十度左右呢，但它不会马上融化的程度哦。这样可以，还可以做一下整形啊，然后还可以让这个炸虾炸的炸物呢更逼真一点点。你看，当它包裹上来的时候就是这样。那刚刚如果你那个辣会粘手的话，其实就是这样，但是它都是安全哦。最后呢，把它放进冰水。稍微冰镇一下，就会做成像这样子，跟餐厅一模一样的模型，非常非常的可口，对不对？非常非常的让人想肚子饿，想要来一口，对不对？记得下次来这里呢，可以玩一玩，可以到岐阜县啊、郡上啊来这边享受这个食物模型的制作体验。哎呦，好吃的么？谢谢，拜拜。